路上可曾见到那些无主的孤魂？灵运不散，浮于空中。哎，可惜你的葫芦不中用，我这葫芦又认主。哎呀，哎，我有一法，可超度孤魂，归全返真，与你必有帮助。 嗯，这才像样，不能装天，却可渡人。当去痴念，早入轮回。 Oh!
老僧法名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：肉眼凡夫求而不得神仙苦，半荣半枯，几人之事长生。长老放火烧死唐僧师徒的恶僧正是他俩，我倒是这两人都随那场火灰飞烟灭了，谁晓得不但没死，还化成了一狼一蛇两只妖怪。